杜少林，你看，前面好像是个山洞，坚持住。不是吧？你快离开这儿，不要回头，不然咱们都会变成他的食物。小姐姐，你离他远点！这是最后一瓶集合散了，你拿上我的包，快走！你的脸，趁集合伞的药效还在，你先去前面那个山洞。那你呢？我随后就来。小心！他，走啊！杜少林，你听着。这瓶药能让我强化一刻钟。传说前面那个山洞住着一位得道的仙人，你拿上我的包，如果遇到仙人，就把蒙界图纸交给他，也许他会看在这本书主人的份上，救你我一命。说过多少次了，对妖要赶尽杀绝。我们以前也妖。闻到那小子的气味没？那边。好重的妖气，要是那小子落到那几个家伙的手上，想救主公就更难了。时间紧迫，丫头，快！走。混蛋，还是被他给追上来了。小子，我问你，你这背包可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给你的？是，你莫非？你继续往里走，去找平婆婆，她会带你去见盘丝仙子。眼前这个女娃就交给……走。谢谢。不准离开。平婆婆，平婆婆，平。